我魂类游戏特别捞，我第一次玩就玩了这个《只狼》，老头环我下载过，退款了，我也没到5分钟。你赶紧再下一个吧。我们四个人。只狼，你通关了吗？猪啊！只狼没呢。谁第一个死谁猪？谁第一个死谁猪？谁第一个死？我变成了一只鸡。不是，我操！我习惯了，我按个袖子在这里。怎么有个？我好害怕呀！我操！你怕什么？别怕啊！别怕！别怕啊！别怕，崔姐。他选了个什么鬼？啊！变形鬼！我以为是你们呢。哎呀！吓死我了！我先跑了。崔姐，千万手不要抖啊！没抖，没抖，猴哥，稳的、啊、不行。我 QD 大师，真的，跟你开玩笑。他是变形鬼，他会变成我们的样子。明白了，明白。他现在好像是个球，他在你们这，你们就说一下。我看一眼屁股后头。你想来我这吗？你看前面，我看。我看一眼右手，我看右手，我看右手。我操，好好紧张。好，开了，拿下。木屋 ，OK。你怎么变个书包的？我决定先把门给他关。这个小黑人这是谁啊？小白毛是谁啊？刚才在这里跑是谁啊？有个小白毛，猴哥。我小白毛，我那啥呢？我修呢，现在。不是，我们修的那个地方来了个鬼，猴哥，他在打我们那个机器，还疯狂打我们机器，他是个新手，他不会玩。啊！我只搞得神经紧张的，我真的服了。不是，但是路人鬼真的好吓人啊！他来了，他变成了箱子，他变成箱子了。对，他变成箱子好了。他现在在我这儿啊，他现在在我这儿。他是个笨蛋。我存够了钱去溜达。非常的笨，非常的笨，比我还笨。不会是外服玩家吧？叫一二三。没有吧？人家延迟80了，应该不是外服的吧？感觉排路人有不一样的好玩，他连门都不会开，抓了我两下，我直接在角落蹲着了。在我这，在我这，你们修啊，好，酷酷修啊，酷酷修 ，OK， 酷酷修，酷酷修。在我这，我变身了 ，OK， 酷酷修，酷酷修。在挠，在挠呢，在挠地上东西。不对，酷酷不是，我快修完一台了。在我这打机器呢，我跟崔姐已经就修完两台了。对，我们在狂修。修吧修吧，在我这打机器呢。修完了修完了，开开的，难怪他想。哎呀哈！我是个傻逼。怎么个事？没事没事，抖了抖了，手抖了手抖了，没事，他不知道，他笨蛋。哼，真的假的？纯度是笨蛋吗？真笨真笨真笨笨真笨。好的，你修吧，他笨蛋。我来了。不是谁啊？我以为是他，我以为是他。哎，他变过来了。我先溜了，我先溜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先溜了，我先溜了。你别慌啊，他来了，我直接眩晕他。那我先溜了，先溜了。等会有事还可以关门。他来了，他是个笨蛋，他是笨蛋。是个笨蛋，他老笨了。别怕，他来了，我眩晕他，你直接跑。哎，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这变形鬼瞄玩家的那个物体能变吗？能，他能变，他能变人，变物体，但是有时间限制。原来就是笨蛋呀！哇，真笨蛋哦！买东西去喽，笨蛋。OK OK。那我们今天不是能夸夸涨经验吗？然后下次谁今天没跟我没玩的就，在抓谁吗？在抓我，在抓我，兄弟们，笨蛋，笨蛋！我在修啊，我在修啊！笨蛋，我要被笨蛋打倒了，谁把门一直？谁被笨蛋打倒，谁就是笨蛋啊！谁就是笨蛋啊！啊，我变笨蛋了，谁第一个倒谁输。
没事没事没事，他笨蛋来的。我在拯救你，我在拯救你，我开小汽车来救你。不是，怎么三十秒就死啊？不是不是，三十秒就起立，站起来，三十秒他站起来。我已经修完第四个了。哦，嘿嘿，他在追我，我先晕他。哎，他人怎么就跑了？不行，救不了你了，崔姐，一滴血。不行，崔姐，我今天必救下你。啊，别急，别急，我马上自动重生。对，上哪去了？你等一个自动重生吗？谁关门啊？我就说。没人关门呢、啊，哪里还有钱捡一下？没钱买机器东西呢。你这啊，兄弟笨蛋了，我笨蛋了，兄弟。你快跑吧！啊，那屋里打门呢？这个玩买这个游戏没三把要退款，又被他打倒了，太low了，我一直在被他杀，有笨蛋的，有笨蛋，我们中间唯一倒的，快快快救救笨蛋，救救笨蛋，哎，他手势，他手势，你们别叫别叫别叫，手势，他在我面前变了个灯，可能黎明杀机更刺激，但我们播不了黎明杀机啊，那那个游戏不让播。那有进步，不让播，是的。别急啊，我们先把这台修了，再来救你，小老虎。啊，他又变成一个稻草，别急，你别救，别救，他就在我面前变了个稻草。我们马上救完，轰轰去救呗。他变了个人，他变了个人，站在我对面。三个人修呗，三个人修行，正好。哎呦，行。只是我如果 Q 零一没挠会怎么样？他还在手势，他还在手势，他在棚户里面手势，他在棚户里面手势，他在棚户里面手势，别急，你们他不会觉得我们真的会来救你吗？他真的是笨蛋。收工了，收工，收工，收工。这个小猫，我这个摔下会叫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听着了。他现在没手势了，能救救我吗？马上来，马上来，自行车来了，别急，别急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不要，等我们把这个门打开就来救你啊！你先走吧，我转保护你。那鬼在哪呢？咱俩不能一块儿开。鬼都不知道他去哪儿，我找找他啊。嗯，找找。这猪猪，这鬼变个猪猪公主。我受不了了，后哪个是他？前面跑的是他，跟着他跑的是我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啊，啊，那不是弄大哥去了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来了。你们开另外一个门吧，他在我这，他在我这。砸他一下，他剩一百。砸他一下。我还差十，门开了，朋友们，门开了，门开了。好的，行，我这边门也开了。冻结三秒，呀哈！威猛小老虎，你不会又被他抓着了吧？不会，我给他偷烟雾弹。我关门。烟雾弹。哇，这娃娃也太捞了，这娃娃。先走了，沙琪还要在这里溜他。我先走，纯纯欺负人。我把道具用一下。哎，这号没了。你笨蛋，这娃太惨了，只有你啊，崔姐。看来啊，我们玩鬼真的还挺强的嘛。不是，我们平时开自定营房，躲在那个地方，完了之后被他发现了。水友跟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，说实话。哦，这还能升级啊？我们同了，是的。嗯，你了，经验了，我操！可能因为我们他现在有都没打过排位，所不是就是路人局，所以说排到的也是新手。嗯，玩家等级高亮。我玩杀鸡就会很紧张，我玩杀鸡我会特别害怕。为什么 ？MV
哦，会很害怕。那你玩这个害怕吗？哦，玩这个不害怕，但会很紧张。但我玩杀鸡我就会害怕。我现在玩杀鸡特别恐怖，我觉得。你私下有玩过吗？我私下有玩过啊。你排到厉害的鬼，你就会真的很害怕。轰轰玩那个，就是那个兔子的那个电锯鬼，贼吓人，晚上都做噩梦的那种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的超级粉丝团还差30个飞机，过300张办卡。结婚了，不然弄死你，专业。先过手超粉团业务吧。要不是我有家庭，还有最后2个小时了，今天就结束了。我们的福星挑战连一星都没过去。为什么我结婚了不能弄死他？连一星都没过去，今天。照顾家庭。差两个任务，把这两个任务过一手。嗯，对啊。有什么游戏介绍一下？今天游戏介绍环节已经结束了。现在我们就差飞机和办卡任务，差这两个任务，过手任务吧，兄弟。也是，来点吧，有飞机来个飞机吧，没有飞机来个办卡。厉害的，感觉咋的？这把对面应该会不会我们四个人有一个鬼啊？不会不会吧？而且这周我们得保底两星，兄弟。我们四个。感谢蓝亮汉的呆毛的短粉飞机儿。谢蓝亮汉的呆毛。哇，不跟他换上好难受。感谢蓝亮汉的呆毛，谢谢。你可千万不能走上犯罪的道路。不好的道路，是啊。谢蓝亮汉偷外卖。我会塌房吗？感谢蓝亮汉的呆毛的钻粉大飞机儿，谢谢你的飞机儿，也谢蓝亮汉的呆毛。我感觉不一般，你按 tab 键就能看到。看猴哥直播的吧，这个猴奶奶。他是奶奶呀。啊。这娃看猴哥直播的吧。哇！我的，他好厉害！不对不对，他怎么挂个吗？哦，他是飞刀！你他妈别往我这边引啊！我没办法，猴哥，我怕。你怕不行，你就嘎。你死了吧，等会儿救你。嗯，等会儿救你。你溜会儿，你溜会儿，给我们争取点时间。他在我这边疯狂捅东西。OK， 他走了，你跟我说。好了。他酒掉了，他酒掉了。哎，奶奶是不是会隐身啊？对对对对对，会隐身。奶奶会隐身。你修啊？哎，哎，不过我现在没显现。为什么没加速啊？为什么没有二倍速啊？对啊，好像因为底下那个条。我操！在我这。对啊，为什么没有二倍速啊？那好像是二倍速的，比你一个人修的快。应该是把你修的直接叠上去了。这哥几个，大好多条啊！你躲起来就行了。这奶奶眼神不行，这奶奶眼神不行。我不怕呀，我现在又去修了，我狂修。他眼神不太好。奶奶在我这，奶奶在我这，奶奶在我这。修完一个了。哎，猴哥。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了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标点，标点，哦，不是，这边，对对对，小洞这儿。崔姐，你看旁边那木头没？一会儿他来了，我们就变木头。哪个木头？奶奶带我这，奶奶带我这。木头堆，看着没？右手边，左手边。他绝对还要。哎呦！我哥们修的桥是真的能变木头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给了我一刀，我好难受。别往我这跑，别往我这跑，我在修鸡呢，这鸡贼重要，中央地区。小老虎是不是你碰了一下这机器？这机器，奶奶在我面前，奶奶在我面前，奶奶在我面前，坏了啊！不让修了，那我走了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我直接在这歇会儿。哎，这个有点会玩的，我们才修了一台。我直接在这歇会儿，直接。这比刚才那个稍微会玩一点，眼神不太好。我说怎么变不了？这是我。你不会对猴哥一段鼠标左键吧？哭哭按，哭哭按。哎，
哎，奶奶鬼会隐身呐，修女鬼就是会飞，对不对？我记得。会飞，会震。对，奶奶鬼会隐身，会飞刀。这会玩，但是他眼神不太行。我操！这他能知道我在这儿了？哎，哎呦，有点东西啊！没事，你们不用救我，我自己可以救自己。哎，好的，我就要修这台机。没去修啊，他还在我这儿呢啊，他还在我这儿呢啊，还在我。OK OK。我走。哎，这线怎么没法二倍速啊？对，为什么没二倍速啊？好。我以为是因为我没有远，没有近程修的原因。好的，我们马上修，再修。我就这台了，完蛋了，完了被打。完蛋了，得救一下。椅子旁边。这么牛。完了，我像个傻逼。这奶奶可以，这奶奶可以。我这台机子好像有点太中央了。我得想办法啊。好的。奶奶在手撕啊！你们修，你们修，你们修！奶奶还在我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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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旁边，在我旁边！你们修，你们修。苍蝇。还在我这，我能看到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还在我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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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在我这。我负责救，你俩负责修啊。还在我这，还在我这，还在我这！别救我，别救我，去修吧。还在吗？爸，在我这，手撕呢，手撕呢，在手，还在呢，手撕呢。这奶奶狂手撕，你们就不是你们修吧？什么手撕？没修了，追我了，追我了，没修。没有没有追，没我能看到他的光，我能看到他的光。别！你走你走。他不追啊。他就手撕，你们修嘛，你们修嘛，别浪费时间，你们修嘛。快修，快修，快修！修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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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嘛！找机器嘛，找机器嘛，找机器嘛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修嘛！这个眼神不好，这个人，他看到你了。哎呀，你们修嘛！好、哦，我来。完蛋了，猴哥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小问题，小问题，小问题，这都是小问题。这么果断就一直追？哎我操！啊，手撕流派兄弟，先修了，没意义。先修吧，先修吧。救好像是救不了。来了。没有，我这边还在我这边。没有，他要来了，要来了。我们刚刚看到我们了，我拉一下，拉谁呀？关掉，关掉。哎呀，这 QTE 真是有点难、啊。有点东西，我感觉。我砸你！我他妈砸你！我他妈！这波手死一个好赚啊，主要是咱们也没哎可以吃药。没事，我把你东西都拿了。他要手呼呼了。我不管了，咱俩没事，你走，我肯定不管了。你走，不用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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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修修修修。我肯定不管了。那你先自我重振，你自我重振。我再自己爬，我再自己爬，你走吧。猴哥，你猛修啊！我肯定不管，我一定是修。不要管，不要管，我爬到一个地方了。威猛小老虎也不要管了。哎修，我刚。啊！我也没办法了。我刚想打他救轰轰。对，没事没事，你能活吧？你能活吧，轰轰？我能活。活不了，感觉。能活，能活，能活，能来得及。我操！变鸡了，大哥怎么了？没看见你他。OK。我走。变鸡了。他在守你是吗？他好准、啊。我看一眼、他没守我是，他找他找你们鸡。好好好，那我过来，那我过来救你。别！哎呀！你这太明显了，猴哥，猴猴你可以救。救！啊，
别救别救别救，在我面前，在我面前，在我面前，看到脸红。他手势手势就借，你们修，他又手势，快修快修快修，你们就直接修。修、嗯、吧修吧修吧。要开始修。在手在手在手，直接修就完。你身上有瓶药，红红，你可以喝。我把止痛药喝了先。有没有二倍速啊？到底他过来了，哎、过来了！找你们，找你们了，找你们了，找你们了！又回来，又回来了！修，回来了！可以分两个人分开修啊！两个人分开修。大哥，我修这个吧，好吧？你修那个，我修这个。来了来了，待会儿就可以救人。你看能不能救他一下，猴哥？来了！再追轰轰，再追轰轰。再追轰轰，你救他，你救他，再追轰轰。来了，赶紧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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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Shift 摁一下 ，Shift 摁一下。来了。可以先救人，还在我这。好救，好救，好救。哎呀，好。啊，宝宝，别救，别救。哎呀，好。太慢了。有点慢了啊，他跑回来的有点快。好了，被蒙小老虎砸了，我还上哪去？找那个吧。找那个坏了，我没有团灭，完了，没事，首战告捷，没事，他把你放上，但是我可以跑啊，厉害的，没有，你们两个都可以复活，两个都可以复活了，哦，没有椅子，嘿，完了，没有椅子吗？子弹不会告捷了吧？哎，不会吧？他为什么看我？没事，我能撬锁。OK， 开活动去，我走。我看有没有那个井盖啊，我帮你们看。没事，找不到轰轰了，找不到轰轰，没有那个井盖下水道关闭，现在。要死一个人才会开。对，要猴哥要轰轰死了。等猴哥或者轰轰死了就行，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、啊。对。我看轰轰视角找，您看猴哥视角找。我操！坏了，这可怎么着？又爆了！被发现了！爆了！啊！鬼在猴哥这，鬼在猴哥这，现在。走了。那我也不行，没事，他只守中间。现在的井盖剩最后一个人才会刷新了，哦，不能提前找了是吧？对，你好多钱，你待会记得开技能。我找，等会就去买，这才修完就去。我还先破坏机器会玩的哦。啊、看到了，掩耳盗铃、哦！加油，猴哥！好，你到拐角，我跟他躲一躲。哎呀！门开了，下水道井盖打开了，轰轰！打开了，看你了，轰轰！躲一下，我找。你别这么个玩了，是不是有点够呛了？是想干大子。哎呀！哎呦啊，有点东西啊！哇，他直接不去那儿了。我关了小门，他直接没管我。我操！失败！完了，首战告捷了。原来我们……哎呀！原来我不首战告捷不成功嘛？原来我们遇到的厉害的鬼一败就碎。哎呦我操！一碰就碎呢？不，这把主要是我们这个配合没配合好。是的，不是，我们下次这样吧，就遇到会掉钻石，第一个人躺在那个椅子上，完了那个他说在药，一个是药丸，咱们就直接猛修。对，我们先猛修，可以。来点配，一个是止痛，一个是急救包。不错，我这个觉得还蛮好的，别说。就一个药丸丢了，他直接不去那了，他反跑了，重回青铜。重回，哎，没有乱切磋一下吧，小逼崽子。
空吧，这是地图不熟悉，等我地图熟悉了，你看我怎么溜一条。等一下，